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第十课。사과가한개에얼마예요？苹果一个多少钱？好，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课文。是王鑫和阿泽西大叔叔叔的一段对话，是商店的一位叔叔的对话。王鑫说：“阿泽西，사과가한개에얼마예요？”阿泽西，我们可能听到了很多吧，这个单词“叔叔”“大叔”的意思。大叔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也是同名的，是吧？叫《大叔阿泽西》，有韩国的花美男鼻祖元彬主演的，是吧？在韩国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部电影，它的名字就叫阿泽西。阿泽西，사과가한개에얼마예요？사과，苹果的意思，가。做主语是吧？坐在，然后放在名词的后面，然后한 개에 一个얼마예요？多少钱？然后大叔怎么说呢？한 개에 1,000원이에요，一个1,000韩元。然后王鑫又问了，바나나는 한 개에 얼마예요？바나나는 한 개에 얼마예요？바나나 对，是一个外来语。香蕉的意思。바나나는한개에800원이에요。바나나한개에800원이에요。香蕉一个多少钱呢？800韩元。그럼사과세개하고바나나다섯개주세요。그럼那么的意思。사과세개하고사과苹果세개三个바나나다섯개주세요。香蕉五个，苹果三个，香蕉五个。然后叔叔怎么说呢？네잠깐만기다리세요。네잠깐만기다리세요。잠깐만，请稍等。잠깐，稍微。만是加在后面作为程度副词的，是直一点点，表示这个程度就稍微等一点，等一下的意思，请稍等的意思。모두7,000원이에요。모두，一共总计7,000원。7,000韩元，7,000元。